台湾素食顶呱呱的吉祥物名字是什么呢？顶呱呱。答题或放弃？放弃。下一题。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是谁提出的？达尔文。正确。大年初九拜天公，天公是指哪位神明呢？玉皇大帝。正确。英国地标伦敦眼是哪一种建筑物？摩天轮。正确。喜宴菜色花好月圆，炸的是什么呢？汤圆。正确。近期以色列与哪个国家进行战争？正确。周楚除三害的故事当中，最后一害是谁？是他自己。正确。台湾面积最大的是哪一个县市呢？花莲。正确。网球比赛当中，要赢几局才能够拿下一胜？六局。正确。东港烧王船仪式几年举办一次？放弃。下一题。台北知名的行天宫主神是谁呢？关主公。讲完完整的讲完。恩主公，关公。正确。花莲六十石山是以什么花的美景闻名呢？金针花。正确。钻石婚指的是结婚几年呢？钻石十年。下一题。母亲节时子女会送上什么花表示感谢？康乃馨。正确。三民主义是指民族、民权以及什么？民生。正确。现任英国国王的名字是什么呢？啊，英国查理三世。下一题。甜点马卡龙也被称作是少女的什么？少女的，放弃。下一题。美味的蟹膏其实是螃蟹的什么呢？ Right. 下一题。古代的十二时辰当中，午时的下一个是什么？喂。正确。韩国知名女团 BLACKPINK 当中的 Lisa， 她的本名叫做什么呢？拉 Lisa。正确。象棋游戏当中帅是什么颜色的旗子？红色。正确。相对论是哪位物理学家提出的理论？爱因斯坦。正确。撞球运动当中唯一的黑色球是几号？八号。正确。奢侈品牌 LV 路易威登是哪一个国家的品牌？法国。正确。停，因为再不停也不用停了，因为大飞只剩九秒，九秒哎，对哦，快选输了，不是不是，中间顺了一下，放弃那个秒数一直算，一直在跑啊，一直在跑，你要答对才会站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哦，有几题比较可惜，好，首先我们照顺序来，第一个顶呱呱的那一个，我知道那个 TKK 啊。不是，那是顶呱呱的名字，但是那一个男生是有名字的、啊。那个吉祥物本身有名字，哦、有名字，有名字，我们知道。就像麦当劳叫麦当劳叔叔，对啊，那肯德基爷爷，所以顶呱呱叫顶呱呱弟弟，哎，没有叫阿勇，顶呱呱哥哥，他叫什么？阿勇，阿勇，阿勇，哎，阿勇，顶呱呱，阿勇啊，不是阿勇吗？阿勇是伫咧做兵，阿勇，阿勇，勇敢的勇，阿勇，不叫顶呱呱哥哥就好了，阿勇，全台湾只有我半个哥哥。什么？你办过这个阿用啊？真的假的？以前我们在大党那个时期，我办过他啊，就办过他这样啊。我以为同事办过他嘞，我错了。对，你说你假扮他阿用啊？阿用，还有呢，就是像 OK， 钻石婚是结婚几年？十年啊，没有，其实钻石哈，很久远，这个对很久远嘛，然后坚硬不摧，所以是六十年，很久、哦，你要可以结婚到六十年，不容易。没有，我刚刚的概念是，你活都活不到六十年，你还那个知名的那个名模公司，不是十年就会送一颗什么？就是你待了十年，待了十年他就会送你一个。十年的话，应该是刚婚。不锈钢的钢，像你结婚九年是柳婚，柳杨柳的柳，就是都夫妻之间已经很懂的一些姿态，然后会你真的很棒哎，叶欣美，真的大家都要多多发现她的美，对啊，真的很棒。那烧王船，烧王船就是、这一题应该白云哥回答。对啊，不是吧？烧王船是纪念，不是烧的都跟他有关的。你应该知道吧？你外勤出成这样子。对对，烧王船三年啊，三年来办一次。然后比较可惜的是，那个英国国王是查尔斯三世，对，查尔斯啊，不是查理，差一点。那马卡龙少女的。苏兄，然后我刚刚真的是想这个哎，对啊，你没讲啊，我以为不是那么。那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要吃到蟹膏，蟹膏都是公蟹，所以蟹膏其实是螃蟹的精液。对，
阿刚这一题应该也是白云哥来回答。对，哦，对对对，说蟹膏吗？对 对，他对精益也有涉猎。有有有，毕竟有拍过片嘛。那鱼的叫什么？鱼标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哎呦，我就说这方面他懂嘛，专业专家。那我们继续继续了吗？九秒，要不要换人？要换吗？换人啊。啊，剩几？换哪一位？干脆你三个上去啊，三猪啊，给人家嘛。两个都上去，两个都上去，一个啦，一个。怎么看不起我？哎，三猪啦，三猪，三猪。哎，你们不要看三猪，哎，人家也是大学毕业，对不对？哪一间大学？哎，不要说出来，学校忘记名字，连学校都忘记了。好，三猪先了，因为九秒，九秒要加油了。好，那对面是你不可能超越的55秒了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活字印刷术是由哪位发明家所发明的？蔡伦。下一题。摩西分海是将哪一个海一分为二？红海。正确。漂亮。一星期当中哪一天预订机票最划算呢？星期二。正确。圣诞老人的家乡在哪一个国家？芬兰。正确。好，姐时间到。你的命中率很高，其实对对，来来来来，差一点啊，你答对，但是时间没了，对对，时间没了，正确。三猪刚刚那边答对率很高嘛？对啊，他只错一题耶，那三题中两题啊？对啊，活字版印刷术是北宋的毕生发明，对，北宋有名的就是印刷术啊，火药指南针这些，对哇，在这里先跟观主说声不好意思，对，蔡伦是造纸，观主是真强，你已经很厉害，他们没有错过哎，哎，对啊。今天是没有看到这三个，不然你就觉得你很骄傲。哎，所以我们干嘛让给你？对呀，好啊，好啊，是不是？那没关系啊，三位还有机会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好不好？我们也谢谢厉害的两位观主，谢谢。我们走向我们的家政组合啦，那更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，百变智多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